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该收帐篷。帐篷也不会跑，再抱一会儿。对呀、啊，那每次都要你干。猫每次都这样。是吗？啊，你说帐篷不会跑的？如果地钉打得够扎实的话，就不会跑。好吧，那我来收嘛。我来吧。小心！来喽，最后一道菜圆满。伯父，我来吧。哎，你坐，你坐。哎，好，坐坐坐啊，来吃，不用客气。爸，要是早知道您做这么大一桌子菜，我们就不来了。你这是什么话？你什么事情都可以忘，就是爸爸不可以忘。来，吃吃吃，不要客气啊。好，怎么样？好吃吗？嗯。好吃，爸，原来你做的菜一点都不亚于外面的菜馆。那当然，你一直在国外学习，都没有机会吃到爸做的菜。你妈妈以前呢，可是天天要吃我做的菜，要不然我怎么能娶你妈回来啊？来，别客气啊，来来来，吃一下这个辣子鸡，是我的拿手菜，来尝尝。怎么了？原来你这么不能吃辣啊！早知道不能吃辣，我就做的清淡一点。来，伯父，我不吃，不用在意我的口味。怎么能不考虑？你以后要经常来我家吃饭，说不定以后就是一家人了。你说对吧，小优？爸，您说什么呢？是您要请他吃饭，怎么扯到我身上来了？我说的没错呀，一成挺好的。来吃菜啊！谢谢伯父。